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次这个影片呢想介绍一下这个 100% 胜率会赢到的，看看大家会不会用这一队啦。去片啲梵高克星嚟啦，双盾三盾系嘛，超坏星、夜巨人、草干，咁照放咁样咯，惊你啊！什么鬼也不怕，大佬，你一出超我即刻拍落去，我拍完之后即刻走，半重，好冇咧？不如咁话啦，佢一开头放盾会好啲啊，希望佢放盾啦一开头，希望佢放盾一开头。如果佢放超坏星，我就放点穴；如果佢放草干，我就拍落。呢只好似系超坏星，咁就可以放个。点穴先，话俾人话俾佢听，我冇拍落，要点穴强化打死佢。哇，换走嗰条友换咩啊？班加拉啊？咩嚟噶呢只？草干嚟啦，双盾流嚟啦，唔好加速唔该，闪避率大幅提高都 OK 啊。准备拍啦，系时候啪啪啪。哇，麻摩驴喎 ，OK OK， 麻摩驴啦你，一直拍落去啦，你友仔，应该都系技种啦，佢系嘛，正饭放钉啊，冇问题啊，即管放，咁我继续，咁我继续咩咯？咁我继续点穴啦，唯有你咁样咁唔想我走噶，我继续点穴，守住守啊你，守啊，继续守啊，我呢度加四级闪四级闪避，闪命中率大幅提高，偏偏系最垃圾嗰个，嗯，依家打我啲咩啊？依家好似净系加咗呢一个。命中同闪避，好，我哋呢度车落去啦，准备刺刀。咦，唔换重啊？一只片落去啦，条友仔，试下唔好换重啊你。旧姜试下唔好换重，条友真系唔识噶，真系唔识噶。唔中，喂，50% 喎，都中，都唔止50%添啊呢下，40几啫。想请问下呢队点用抄翻嚟？呢队系要睇下技能喎，斋睇好难知道啊！啊，斋睇有啲难知道嘅，不过能够睇得出都好联防嘅。嗯，再点穴，咪搏命！你不俾我加到下攻啊？加到下攻，我作为暴击，我爆死你啊！同你讲，点加攻或者暴击？唉，防御大幅提高冇用啦，即刻。嗯，打啦你，好闷啊！肯打未啊？嗯，诶，终于走咯，换咩啊？超坏星啊嘛，系超坏星出嚟啦，毒佢一只片落去，吔屎啊！点你笑月？玩唔到攻击穴位啊，啱啊！嗯，其实有啲麻烦喺度。佢一定系碉堡。加特工也是啊，唔紧要啊，我哋只要拍咗其中一只，拍咗只盾就得噶啦，基本上，跟住嗰啲全部飞晒佢哋走，跟住会唔会换草干呢？如果换草干我就走得啦，基本上，咁啊唔换啊都好嘅，一只拍落去啦，条友仔，
咁自我再生冇问题啊，咪自我再生咯。我拍晒两个麦盾先呢度，所以用鲤鱼龙带佢飞啦，要鲤鱼龙要飞啦。咁啊，呢度差唔多踩钉死嘅话，我哋就睇下先。其实等佢死啦，唉，等佢死啦，冇啦。点住先，再点。嗯。加密攻未啊？点完？单加两只联防赢一半啊！系啊，呢啲智障队又加特防。士刀片到一半，唔该，应该都系自我再生嘅对面，唉，冇爆击，咁依家准备出鲤鱼龙啦，要大鲤飞，其实都唔使大飞添啊，直接用雷击车落去。直接用雷击车落去，跟住第二下就用极巨飞，完美无瑕。第一下用雷击，呢一度佢应该会用劇毒嗰啲，佢呢一下有机会用劇毒啦，咁我呢度直接用极巨闪电，先将个场地变到闪电先，整到个场变咗电地，跟住。他如果沒有碉堡的话，等下先要讀他碉堡那一下，究竟他会换还是直接碉堡碉多一下呢？等下先，嗯，肯定走了，不过这个照放电没办法，狗哥唔好走啊！你电死你，同你讲咁啊！剧毒啦，好明显下一弯一定系嗰啲咩超嗰啲咩碉堡噶啦吓。其实我都唔紧要啊，佢有咩快过啊？佢根本冇冲快得过我成队，迷二 Q 得啫，都系迷二 Q 快过我，咁我都唔使放极巨飞冲啦。直接放闪电咯，仲丢宝啊，丢啊，又放草降啦，呢啲弱智队，啊夜巨人三只磨重啊，所以话呢度根本唔使放呢个闪电添啊，诶唔使放呢一个极巨飞，放水得啦，咁啊呢一度乍眼睇都冇咩特别，而家开咗几多次啊？开咗两次闪电，咁下一次要开水啦。开极巨水流，嗯 ，OK， 黑夜魔影冇问题啊，跟住我呢度走唔走咧？谂下先，178呢度1470几，70几仲可以食多下钉，系嘛？60几血啦，应该。70几血可以踩多下钉，我呢度自己放黏，我呢度放只龙出嚟，系啦，嗯，咁好耐性沙漠，系啊，呢啲真系要点名，呢啲真系要点名，写定你个名喺 YouTube 度。同名分，咁啊分唔到好多啦，分咗100几。有冇守护啊？冇守护就走啦你，杀啦咁。出去啦，超坏星。人是咩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铁，慢慢磨啊。饭是钢，慢慢磨啊。系劇毒定自我再生啊？应该自我再生系嘛？
劇毒啊，咁大膽啊 ！OK 啊，劇毒。咁佢有機會死啊！只超壞星，我個魚應該仲有三彎，係啦。佢一定丟噶啦，唔使問。不過丟嚟都冇意思啊嘛，呢度。佢丟完又唔會加血嘅。唉，雨停了，咁啱。啊，一换重，再生力。哇！呢下都几痛下喎、啊、你。如果我打死草鋼佢就输咯，其实我打死草鋼佢有大好大机会会输。换重咩啊你？换翻超坏星出嚟，有得有守护呢、啊這个都。你睇佢成队。点样先可以破到佢咧？呢、這个？准备贴堂啦！呢、這个人有咩队可以打赢啊？单打，唉，等到最后一秒先揿先我，唉，一分钟要点名评论系嘛？真系啊！呢队其实点解咁多人唔中意玩单打呢？就是、一个咁嘅原因啊！因为单打太多呢啲低能仔太多呢啲低人仔玩壞曬個規矩啊！當然啦，呢個規矩咧唔一定一個人，即係淨係得一個人啦，可能成個環境都係咁，咁變相成隊單打就成個單打環境就係咁啦，變曬呢啲盾，咁其實冇乜意思嘅打到，係啦，真係冇乜意思嘅。所以點解我唔中意打盾咧，就係咁啦。唔中意放盾就係咁嘅原因咯。雙打我就好玩啲，雙打你就算放盾咧，你嗰只盾如果冇作用咧，你喺雙打都唔維持得耐嘅。但系你单打咁样放嘅话，其实真系冇乜意思嘅，系啦，冲牛兵近身战爆击秒啊，难咯，呢啲全部放晒防爆唔到，你唔摆鱼龙佢就唔放三防啊，唔会嘅佢哋，我唔放佢哋都照放啊，我琴日都冇放啊，佢都照放，唔爆都红血啊，啱啊。我唔三防就唔摆啊！你哋睇下唔放化石龙会唔会出现呢啲？我就因为出现呢啲先放化石龙嘅。我唔知琴日定前日啊，我就系因为佢哋放呢啲，我先放化石龙。佢都系照放呢两只嘅会，只不过呢条友更加黐线用咩啫嘛？更加黐线用埋呢一个夜巨人嘅巨恶霸。所以单打环境咪俾佢哋搞弯晒咯，成个单打环境。有时见到呢啲，其实都已经唔系好想玩。佢摆到明系成队都系玩呢啲，咁冇得玩噶喎。啊，同你唔中意示威黑警就唔会放 T G 一样啊，照放，咪一样，佢哋都系咁。我就算唔放化石，佢哋都系照放呢啲出嚟嘅。我就系见佢哋放呢啲咁嘅草鋼啲咁某心嘅嘢，所以先特登整只咩出嚟，特登整只呢一个化石龙同埋嗰只嘅龙王揭嚟打，但系冇办法，呢啲真系打唔到，真系好难打呢啲。你睇下，咁啊跌咗四仙啊，咁点玩啊单打？